下递增，但是我现在向右填满，它不会如我们所愿的，通通全部都把资料抓过来。可是呢，接下来你要去思考说，我要如何怎么样做呢？就是说，肉有了之后，接下来我要能够也是一样，就是说，我要向右的话呢，那本来是照是在一嘛，对不对？那在向右之后的话，这个变多少？9嘛，对不对？就是加8的倍数，再来多少？17嘛，对不对？哈，那以此类推啦，反正就是8的倍数。那你会想说，哎，那这个8的倍数呢，跟那个前面那一题很类似，就是加上多少？加上，哈，加上那个，我用 colon， 哈 ，colon 这个地方的话呢，用 colon。啊 ，column c o l u m m， 那 column 的话呢，我还是以这一个 B3 当成是我的基准好了。可是 B3 我讲过嘛 ，column 只看那个蓝的部分，列不管它了哈。所以回传应该多少 ？A B 嘛，对，是2啊 ，column 是2。那也就是说呢，如果我今天以那个 B3 当成是基准的话，那我就要必须怎么样，减掉。因为第一次零，第二次对，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，如果是2，要把自己减掉，然后记得要刮弧，先减再乘，所以刮弧的位置记得啊，要在 column 的外面，然后2的外面再乘上8 ，OK， 好了之后的话呢，那我们就直接怎么样呢？按一个确定。确定试试看好了，确定，然后看一下这公式对不对，往下，好，然后往右一个，哎，没有错，你会发现，哎，现在全部拖拉过来，最后就过，哎，就做完了，而且不需要做什么锁定，什么哪一个锁列锁栏，完全都不需要了，好 ，OK， 再讲一次啊，再把重点提示一下。